国名厨 Jamie Oliver 创立的 Jamie's Italian 意大利餐厅，唯一的台湾分店宣告结束营业。位于台北市信义区星光三月 A11 的 Jamie's Italian， 最后一天打出对折优惠，吸引大量顾客定位用餐，让餐厅在熄灯前座无虚席，算是光荣退场。我几乎每天都来，我最喜欢的餐厅要关了，我快要哭了。什么 pizza， 什么 ravioli， four cheese ravioli 非常好吃。还没有十一点，我都已经到办公室，我就打电话，他们说今天还有。Jamie's Italian 台湾分店2016年开幕时，因名厨 Jamie Oliver 加持而有超高人气，经常一位难求。但去年五月，该集团宣告破产，如今台湾唯一分店也走入历史，叫人不胜唏嘘。饮食男女中心台北报道。